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很久没有玩高尔基了哈。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啊，玩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到好卡。好，就玩对战捕获。哦，那卡片的话是借我儿子的。道具机会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是这个攻击增加的。大土来吉拉姆，好。看有没有机会草喷。草喷等级哦，感谢，这里的人都很好。草喷，这个没有，因为这个没有发光。草喷，没有，没关系。哇，三星蜥蜴网也不错。来，三星蜥蜴网。反击，没有。OK， 好，蜥蜴网。来，蜥蜴网在这里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来大声呼喊了。不获得卡甲。对啊，那就一只手可以，我上一只手可以按到200多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是爆弹程度的呼喊。波尔凯尼恩，莱西拉姆，双武器，木手工51。好，那这只的话用什么打呢？来看一下好了，它适合用地面属性、电属性。好，地面和电属性，我儿子有吗？爸爸应该要我闪电鸟。闪电鸟哈，你有闪电鸟吗？有啊，特别卡皮卡的。不要，我用你强一点的卡片好了。这个好，谢谢。哦。重要哪里？它有啊，你有带出来吗？好，好，这里，这先放中原狼人。有机会。哎，有没有感应到？有机会。啊，有了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这里有资源宝可梦。哦，进化了。在这里玩了，然后借卡片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里有资源宝可梦，胖可丁，没关系，那就胖可丁吧。哦，我是招式速度提升啊，打快点。好，基格尔德，哎不对，是中原狼人先打，成功了。用两根的话，练。啊？那今天白夜呢？动能才86而已。22。哎呀，太慢了。对啊。44。57。好吧，正常应该是要按到60几的。狼啸石崖飓风暴。忘记按了。哦，现在才按到259，好吧。这个高雷真的很好玩，特效很帅，而且是绿招式，哇，真的做得很精美，哇，超群哎，天啊，哎，秒杀呢？啊，不对，秒杀是一星的木手工，好，基格尔德，莱西纳姆速度好慢啊，我两只打了，都可以打完一轮，他才开始打我，哇，十，好吧，十也不错，爸爸，你有基格尔德？借的。哦，帅爆了，超群，哇，好吧，这个莱西丹姆还是蛮硬的哦，两只五星打下去，他还活着，而且还是克数哎，巨身，双五，右手边双五啊，没有，是52。哦，中原狼人差点嗝屁，好，再来。哇，两只闪电鸟，又按到10。好，现在没有一招式了，只有普通的，效果绝佳。好了，看有没有机会一次把它抓下来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。
手推精灵球。手推精灵球不很正常啊。哦，好。好了，爆了，正常正常。有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走。我怕是吃我钱的啊，没有啊，没关系。这样有玩到就很开心了。还有加长吗？好，结束了。OK， 谢谢各位朋友。